哦，这里就是那个树林了、啊，树林区，那个新北市树林区哦，三家火车站哦，三家车站，它这边这个地方哦，哦，蛮有特色的。所以说今天来到这里，好久没来，今天又特地跑来过边哦，把它拍摄一些给群友分享哦。你看这两只蝴蝶就这么漂亮，哎，我们这边有导览图，我们来看一下导览图。哦，景色非常的漂亮。三家车站哦啊，百年风华，哎，啊这车长很特别哦哦，你看您这边的景色都这么漂亮。哦，你看他现在来开门，让人家看一下哦。看看里面的景点哦，三宅角驿哦，1931年，哇，这边过去有一个铁道公园。这里有几只特别的景物可以拍照。这一间我看也是古董嘛。没有办汇款的，可以来这边领取，请你带着你的身份证印章还有通知书来装上你刚刚那这边那个房子也都比较老旧一点。当中央95以上的中央敬老礼金。哦，那前面那个好像小村庄一样哦，那个房屋都还保存的那么旧哦。哎，啊，今天怎么还没有人来坐火车？大火车？哦，真的好可爱哦。哦，这个也可以拍照哦。哦，展览是现在才开始了哦。这个车站也不大哦，这边可以那个盖章的地方，盖章的。哦，这个怎么现在才开门？是现在先怎么现在才开门？我们这里十点才有开门。十点才开门哦。对，到晚上在四点。对。哦，这里有。十点才有开啊、哦。这样子啊、哦。对对对、哦，平常都是十点，那个礼拜。
休馆，礼拜一休馆。礼拜一休馆是吗？对。哦，这样子啊，好好，谢谢谢谢。都有贴哦，有贴哈、哦，好好、啊、哇，这边说哈、哦，十点才开的，哇，哦，记得哈、哦，啊，来到这个地方哦，十点才有开放，哦，里面那个火车站哦，那个才有开放，开放展览。这个车站哦，它里面也好像是车站的博物馆哦。再看一下，啊，这边也有了哦，好，我们进去看一看。它那个电灯还没打开。三家车站哦，哦，都很漂亮哦。来这个展览馆哦，只有我第一位先进来哦，看的哦。到外面去看看。看一看这些的风貌，怀旧的哈、哦、啊，三家重现百年车站，哦，连这个电梯的门哦，都画得很漂亮。车站哦，那壁画哦，好像美术馆一样，每张都拍摄给你们好好的欣赏。后面有一个，也有一个导览图，啊，拉进来看一下，拉近一点看。
首次来到这个地方哦，啊，二楼看看外面的景色。这边有一个出口哦，啊，这个有山路，哎，有山路可以走，哎。三家火车站的风貌哦，就是这样子。风景都很漂亮哦。哦，火车来了，哦，哦，哦，火车，火车，哦，要上车的旅客赶紧上车哦，啊，我便当，便当哦。从那个三家火车站哦，旁边那个小路哦，下那个一个涵洞哦，那个下来才1.99米的那个高度哦。还有旁边这边条往那个慈皇宫哦，我们现在要到那个慈皇宫，这个路哦很陡，要来去看那个。看仙女哦，仙女娘娘哦，要来这边哦，要哦，要按照这个路标走，才不会走错路。很陡哦，应该快到了。哇，啊，这个，哦，这边有路标哦，就往这边走。是快到了，现在有坡有路哦。2年前来的时候都没有那个铺坡有路，那个开上来会打滑。
面有两只小黑狗在迎接我们。哦，你看尾巴摇得这么高兴。哦，到了，到了，到了，哇！下几根牛？哇，到了，就是这一家，哎。看看外面的风景，我们先看风景再说了。风景哦都很漂亮。哇，真的太漂亮了，哇！这边的方向是那个三峡哦，可以瞭望了整片的三峡，拉近一点。慈皇宫，里面都是仙女娘娘，我们进去看看。哦，那个，哦，这个花也很漂亮，这个楼上好像也有，到楼上看看。这楼上没有的哦，一二楼两层。来到二楼哦，瞭望外边，哇，可能风景更漂亮。
二楼都大类就是这样啊、哦。那下楼啊、哦，来到这边就看到，哦，这个花树最漂亮。